up in the morning, we're like, this is fucked, and we have to like wake up and like leave separately, get messy.在这边跟你们分享过我的日常护肤，因为有网友问我平时是怎样保养的，那我今天就特地做了一个小小的 spa setup 来跟你们大概分享一下啦。那我护肤步骤非常简单而已，有关注我的人都懂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那有人问我平时是用什么 mask， 我很少用 mask 的其实，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叫 UFO 的面膜仪，这个，对。很多人讲它是懒人的福音，那我自己就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啦，发现原来这个面膜仪是来自 Foreo 他们家的，它主打是90秒搞定面膜 SPA。 那平时我们敷面膜都是需要用到15到20分钟，对于我这种懒人要敷这样久的面膜，我觉得很累然后很懒惰，可是这个就是只需要90秒就可以敷好一个面膜，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要好好放松一下，在家做一个 SPA。 看它小小一个，其实它有很多的功能，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产品。那它是有分冷光、热光、震动，还有三种 LED 灯，红灯、绿灯跟蓝灯。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软化跟打开毛孔，就是帮助我们吸收保养品的成分，用的时候感觉很像在飞机上提供的那个热热毛巾敷在脸上的那个感觉。那冷光功能就是紧致肌肤，收缩毛孔，消水肿。感觉就是大热天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戴上一个不会融化的冰块的那个感觉。那震动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血液循环，也是可以帮助皮肤吸收养分。那 LED 光都有个别不同的功效，红光是可以帮助于紧致肌肤修复细胞，减少细纹，绿光是可以帮助皮肤提亮还有均匀肤色，蓝光是可以抗痘保持油水平衡，帮助皮肤杀菌消炎，比如是导致痘痘的细菌啊，那这个蓝光可以帮助杀菌。在手机下载 Foreo 的 apps， 然后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选择适合的面膜，里面还会提供专业的手法指导和不同面膜的相应护理，真的非常贴心。那和我一样懒惰又想要在家里做 SPA 的人，我觉得可以 try 入手这个面膜仪。然后 mask 的话可以先 try 基本款的，晚上可以用这个 Call It A Night， 白天的话用这个 Make My Day。那白天用好这个面膜后呢，会让你的妆更服帖，晚上用的这个面膜会加强你后续的护肤品吸收。重点是好像你忙了一整天下来，你用它你会 feel 到你整个压力都被化解，就我觉得它是蛮值得投资的一个美容仪。虽然它是有一点小贵啦，可是它的原理就像好像你去美容院洗脸，有的美容院会给你那个LED 灯照你的脸，就跟它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它是小型的，那它也是可以达到那个功效，而且它就是这样小一个而已，对，很适合放在家里用，你每天都可以轻松享受到 SPA 级护理，真的是非常满足的。那我有放了那个链接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你们可以去看看一下啦。 OK， 洗完脸了过后我就先上我平时会上的护肤品。
Thank you.